下一题，这有一个东西，一个支架，然后距支点四公分的0.5，啦啦啦啦啦。他说像你把左腿移2公分，请问你要如何移动？这个方法可以用算的，可以不用算，因为它的选项设计的关系，可以要算的，也可以不用算。来，认真努力做。好，这边有个支架，然后呢，这个我这里少画一个力，少画什么力呢？那个支架上会有个支撑力，支架上会有个支撑力，这个支撑力，这个图上的支撑力是向上的。等一下的题目的支撑力应该是向下。你设错了没有关系，它会自动调。你设它为正向上，算它是负的，它是向下。我这里少画一个支架上的支撑力，我不管它。力量是十这样摆着，然后呢，合力只要是零，合力只要是，因为我少画一个力，所以这里就没有跟你做那个合力等于零，然后少画那个力放在支点上，所以没有力矩，所以算力的时候不用管它，然后呢就40周等于10周，0.5造成顺时钟 ，F 造成逆时钟，所以40周等于10周，算出来是0.2公斤重，这是原来的，这是原来的。然后呢，他说要把重锤呢左移2公分，左移2公分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本来是那个四下面只有2公分，然后再一个 F， 我一个0.2，如果我力不变，0.2的话，那 X 会多少？一样，合力矩是零。然后呢，就算出来要5公分，那你原来是几公分？10公分，现在变成距离5公分，表示怎么办？要向左边移动5公分。所以呢，答案就是 A。这个是认真努力做的结果，认真努力去算，把答案弄出来。不太需要认真努力算，因为选项设计的关系，用看就知道答案。用看就知道答案。左重锤呢？重锤向左移，力矩要减少，所以呢，你的那个施力的力矩要减少。施力矩知道两个方法，一个就是力量不变，就是力臂要变小；一个就是力臂不变，就是力量要变小，这样力才会减少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所以施力要左移，要减少力矩。你的力量如果不变的话，你的力臂要变少，这样它力才会减少。然后呢？施力要比重锤轻，因为力臂比较大，所以你重锤是0.5的话，那个施力绝对不会超过0.5嘛。所以猜一猜，弄一弄。那如果要减少相同的力矩，施力的力臂要减少量比较多，因为力臂乘以力，然后你的力量比较大，你的力臂就要比较怎样小。那你再减少也是一样啊，你减少的时候也是一样。所以呢，你另外一个比较小的力要减少量比较多。所以就猜出来应该是 A， 猜出来应该是 A， 所以不用算就知道是 A。好，这种题目呢，不见得真的要去计算了。当然你要认真算也可以了，但你不见得要认真算，看一看呢，想一想呢，观念有一下就可以，答案就出来了。OK， 换这个，这里要如果你要画那个支架，就那个圆中间圆圈那一点啊，那个支架锁住的地方呢？支撑力的话，这个答案的支撑力是向下的，答案支撑力是向下的。不过他这里没让你算，他就问你说啊，我这里摆的这个16公分的0.5公斤重啊，2公分的施力 F 了，然后我再去挂0.5公斤重，我怎么变？如果施力点不动，那力量要多少？如果施力点又于2公分，然后力量。不变可不可以？或是8公分力量不变可不可以？原则上也是猜一猜、想一想可以知道答案的。但是你要认真算也 OK， 认真算也 OK。应该是哪样做？选项 A 跟 B 呢？是施力点不动，还是距离2公分？那力量要变怎样？选项 C 跟 D 呢？是我的力量没有变，可是我要怎么移动？反正呢，你多挂了一个，你再多挂一个0.5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力矩会增加嘛，所以你那个施力的力矩也要增加。那怎么增加法？一个方法就是力臂不变，施力变大；一个方法就是施力不变，那力臂变大。那变大多少呢？变大多少？
其实用想了就会知道答案了，不见得真的要认真算，认真算当然也可以了。好，你觉得答案应该瓦锤？你觉得答案应该多少呢？帅哥美女。三五号有吗？有三五吗？三五。三十五号没有来，那个啊，被我叫阿信的那家伙。霹雳五号。霹雳五号。霹雳五号。你的答案。你选 C 哦。请坐。张姐在笑什么啦？选 C。这是我认真努力画，我想说我少画一个支点的支撑力，这个支撑力是向下的，你射向上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少画了一个支撑力，所以它没有合力等于零，只有一个合力局等于零。反正我少画那个力的力线通过支点是没有力矩的，力臂是零，没有力矩的。然后呢，就算出来我要四公斤重。然后呢，如果是一点不动，再做一次，要八，点不动要变成八。然后呢，是一点不动是要加八公斤重，所以呢 ，A 跟 B 都是错的 ，A 跟 B 都是错的。然后呢，施力不变，把它移动位置，一样，算一算，所以要四公分。所以人家从两公分变四公分，所以要右移两公分，所以答案就 C。好，这叫做认真努力算，这叫认真努力算 ，OK， 认真努力算。那你就看看，你看看啊、哦，用想的人怎么想？是一点不动，你多挂个零点五，零点五乘十六就是八，所以你的力矩就多增加八。你力都要八，所以施力的力矩要增加八。如果二不变，那就要变八，就要变成四，要多四，多四 ，OK。所以 A 跟 B 都不对。然后呢，如果力量不变，那就算一下原来力量多少，你就发现说要需要变成多大，就知道会要有几公分，就稍微想一想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这么认真的做，大致上看一看，简单计算就可以结束掉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例题跟练习。OK 吗 ？OK。